今天是空压机展的第一天，一进到这个四号展馆，就看到了很多俄罗斯的企业。因为这个空压机，像这种重工类的俄罗斯，它毕竟苏联的底子还在。土耳其现在进入俄罗斯市场的领域也是越来越广，从轻工到重工。这边都是俄罗斯当地的一些企业，这边已经不是空压机了，这边是像是显微仪器这一类的。激光设备，中俄。比尔姆的这个厅基本上是空压机的，重庆。这次呢，我是给
江西南昌南翔空压机做翻译，五月份的时候去他们厂子拜访过，跟莫斯科的一家设备公司，医疗设备公司，做这个贴牌儿。